今天我们花329元就可以吃部队火锅，又可以吃同门烤肉。哎，你说这个店强不强啊？大家好，我是土豆，我现在来到新庄这里了。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吃的这家餐厅叫做韩哥哥铜盘烤肉，它火烤两吃，一餐平日只要329元。我还记得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吃一个韩式的铜盘烤肉差不多就要这个价格了。可是如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中年了，没有想到还可以遇到有这种价格的铜盘烤肉吃到饱。它这个价格没问题吗？好，不过没关系啊，等一下我们就进去吃吃看，说韩哥哥他的表现会是如何吧。 Go。 一般的火烤两只就可以了。那我们火锅汤底有分四种，有原味牛奶麻辣跟部队锅。推荐的话就是部队锅或者是牛奶锅。好，那我部队锅好了。部队锅嘛，好。哦，好，谢谢。OK 啊，各位，我现在已经就座了啦。今天我们来吃的不是他的这个招牌，而是一种情怀啊。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哦，非常流行这种东西啊，只不过就随着物价的上涨之后。这种火烤两次店慢慢一间一间的消失了，但没有想到今天能在新庄这边以这种平时的价格吃到火烤两次，这让我还蛮期待等一下的表现呢。那等一下，因为我们就是让你吃我们的海陆的套餐，就是你就扫这个QR code，然后做点餐就好。对，哦，各位啊，刚刚店家说他们帮我升级到海陆的套餐呢。然后他们点餐方式是用这个 QR code， 用自己手机去点的。哟，这个还蛮特别的呢。沙朗、烟熏、和牛、松板、肥肠。花枝姜、扇贝，好，来吧，各位，催泪啊！那在点完菜之后啊，我们去拿一下他现场自助吧的东西吧。
哦，刚刚我已经去拿完他们自助霸的肉了。今天是2022年3月3号，然后今天是韩国的三层肉节，所以我们挑今天来这边吃这个铜板烤肉，有没有很应景啊？只不过哦，他现场我刚本来是只要跟他点基本的火烤两吃，是因为韩国人他们吃铜板烤肉习惯都是吃什么腌制的肉，还有腌制的海鲜，绝对不是因为我们频道最近越来越次之后啊之类的。天哪，好硬哦！趁现在，我们来喝一下这汤头味道吧。哇，那我们来吃看牛肉吧。欸，各位啊，就这个甜甜的腌酱味啊，我很喜欢这个甜味啊。它这个鸡肉是腌咖喱耶，整个咖喱的香味随着我的咀嚼，它慢慢扩散在我嘴巴里，好香哦！我们接下来再把猪肉都下下去了。还有羊肉。吼，总算来到羊肉的部分了啦。带筋的口感加上油脂的骚味，这就是小羔羊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让这牛肉慢慢的去烤吧。
我们现在吃眼前的这些美食啊，烟熏肉。哎，各位啊，它这根本就是培根吧？只不过它是比较软嫩的培根呢、啊。甘蔗猪的口感，它肉质算起来是有嚼劲，但是它是会有韧带断掉那种 Q 弹感，随之而来的是它猪肉本身的香味。哎、欸、哇，这个和牛片，我还没有吃，我就觉得应该是可以感受到它的口感是如何啦。很经典的澳洲和牛。接下来再吃看沙朗牛。认真的讲，沙朗牛的口感，它比和牛好很多、啊。没办法，他们从出生就决定它的肉质是如何了。接下来来到海鲜的部分了，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点个菜。来吧，各位，吹落啊！这白虾就表现得中规中矩了，但是吃起来肉比较烂，我觉得就 OK 了。谢谢。嗯，有没有各位？每次吃海鲜就是要吃到双手油亮亮的，这就是享受吗？它这个鲷鱼片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啊，很菜市场的味道了。那这个蛋菜部分哦，我对吃到饱要求就是不要套车，一切都好说。哦，这个韩国泡面煮到烂掉之后啊，它完整的吸收汤汁的精华，它吃起来同时具有泡菜，然后又有海鲜的鲜味，还不错哎。好了，那我们刚刚煮的东西已经吃完了，我们继续下我们刚刚点的东西吧。
这次我把这个肉片烤到焦黄焦黄的，感觉看起来蛮可口的。它让这个猪肉整体吃起来更上了一层楼。那他今天这家餐厅用餐时间是90分钟啦，我是觉得说我们等一下把这个火锅吃完之后应该要再吃一下现场的腌肉料理了。我们接下来再去现场拿他的腌肉吧。好，各位，我刚刚去拿了一盘羊肉回来了。虽然说他今天自助吧的东西都是吃329就可以吃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同盘烤肉这里哦，我们就是要吃他的腌肉哦。这个时候我们刚好来解决眼前的海鲜呢。哎，对，我怎么没有想到说我们可以点扇贝来烤啊？真的，各位，我们来点起来。我还蛮期待他点一下烤的表现呢。这蛋菜真肥啊！哦，对，我刚还要点了他们手工花枝姜啊。哦，它这个鱼姜吃起来是有鲜味的呢。你再吃这个板栗贝蒜呢？还有他现在红虾品质，我觉得是会 Q 弹的，保存还不错哎。Thank you.
哦，我刚点的肥肠已经来了啦，我们就用火锅试试看吧。羊肉套 Q 吃起来，只是没有想到后面这个羊肉吃起来是酸中带烧，这有别于往我吃这种铜盘烤肉的口味，还蛮特别的。哦，这种扇贝烤到有一点金黄焦脆的外表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香味香气凌人啊，哦，很可以。吃起来跟火锅煮起来的感觉是差不多的。最后这份松板猪，它吸收铜盘上面满满的酱汁，还有海鲜的鲜味啊！它现在身份像极了盐酥鸡摊里面的银丝卷呢，把所有精华全部包起来。
那我们去吃点甜点吗？哦，怎么那么好啊？哦，各位啊，说话冰淇淋虽然只有三样哦，可是我觉得非常有诚意哎。还记得我们之前吃有的饭店的自助餐，他们的冰淇淋有多难挖吗？我们再去把剩下两个口味拿来吃吃看吗？现在吃到这个冰淇淋之后，我觉得好舒服哦。好了，各位啊，我们吃完甜点了，那等一下我们去捷格站，就出去外面做结尾吧。好了，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去吃韩哥哥的想法吧。好，今天吃一餐，原本是预计花329元吃他的基本的火烤两吃。就是有铜盘跟火锅这样子，可是啊，店家他们很傻逼，只是说帮我免费升级到了海陆的套餐，那我可以有幸吃到凡利贝啊，还有说其他的新鲜海鲜。但是说今天整体的肉品哦，我还是觉得松板猪真的还不错哎。然后其他的肉的话就。然后你问我说，今天如果要你多花200元去吃比较好的海陆套餐的话，我会推荐吗？我是觉得说哈，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吃个铜盘的体验，点329应该就很够了。但是今天这火锅我是觉得蛮厉害的啊，它就像是一个璞玉，经过你的百般琢磨，它慢慢的变成人人都爱的一块白玉了。今天我们花329元就可以吃部队火锅，又可以吃铜门烤肉，哎，你说这个店强不强啊？那各位看到这里啊，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吃到饱餐厅，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看到就去回复你啊。还有，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